最多碰撞，靠！我一直在撞火车，最后一关，自动召回。我刚刚不是有开这个闪躲，然后破坏。对对，我们要闪开那个幽浮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白痴哦！不知道破坏是什么。希望。哎，客人的那个气呼呼等级直接消失哎，有没有？他刚等多久都没有差。打不打不打？对对。哦，你看害我弄死几次？你，不是我哦，明明就不是啊！你看，你看，都是你。哎，我如果四台车都爆掉会怎样？我先正常行驶。哦，哎，要诚实。我管你的，我不玩了，我要直接。我们要玩五台车，然后我们就错失五个阶段。打不打得上？这个很讨厌呢。还有那么多幽浮，哦，没有，这不是幽浮了，是那个磁铁啦，是废车场。你好炸弹呢，我是可以破坏那个。你让幽浮。给他吸走！哦哟！小心，小心！等一下，被打了！炸弹车，我用前面那台，我要报仇。艾希，给你。哦，应该给他这台才对。这样过不去啊！这样哪过得去？你看，完蛋，我没有炸弹车了，乘以六。痛扣呢？到哪过得去啊？很衰。烂。好难哦。粪。这就会关了。这就会关了，应该吧。我说他的。这游戏也不贵，小品。这边先慢慢开。等一下。看不到，我先过来一点。好，你先开下来，不然看不到。你就直接去还就好了。我怕我会挡到你。好，没关系。Yeah。 哦，如果有限时，那真的免谈。炸这一台比较好，这个还这个哎、欸，这个还好，那个比较不会打。放炸弹也太多了。
那个比较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下面那个一定要炸，那个不行不炸。那你就炸这一个，然后我来炸这一个。哎，不用，就是我可以直接开枪，那我把这个炸掉。你去炸，你看你要炸这个前，你正前方这个，反正我们可以直接从右边过去。哎，看。走开啦！你在干嘛？我的很嗨呢，是不是全部破关了、啊？我不想玩小游戏，因为小游戏太难了。是吗？不舒服。找错工作。就没了吗？对，那就破完了。哎，装司令呢？快点下来！好笑。我看一下他那个驾驶课是什么意思？全部都，这个就什么都没有。把这个游戏播完了。对啊，没人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谢谢大家看我们玩这个胡闹趴车。然后他也没有什么工作人员目标，所以我就把这个播一播，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。对，那喜欢影片的话就按个赞吧。我们来玩胡闹搬家。对。好，谢谢。